什么？老板等一下给你好不好？我要鸡饭。要鸡饭。下。奇怪，我们其实早上九点多还吃完的，现在才十二点。爸爸一个餐，爸爸一个餐，妈妈一个餐，弟弟一个餐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弟弟这个、啊。哎，你看，小米的饭来了。哦，来喽。面，它不是面，是萝卜丝。哦，等一下给他，你到底是要饭还是要面？